送礼自用两相宜的黄金帝王酥，光是五层丰富的内馅就让人看得口水直流。外皮的酥，豆沙的绵，马吉的 Q， 奶酪的香，夏威夷豆的脆，层层叠叠的口感更是让饕客们爱不释口。散发金黄色泽的黄金帝王酥是中和这家店的镇店之宝，曾经荣获经济部国际接轨伴手礼优选奖、2008年台北县十大伴手礼等大奖，耀眼的成绩说明了它的雅俗共赏，也难怪老饕们都特地远道而来下订单。因为我是有跟他买了200箱的东西送给客人，客人反应都非常的好，都蛮好吃的。层层叠叠的多样内馅，超级诱人，香酥的多层次外皮，绵密的豆沙泥，弹 Q 的日式马吉，浓郁的皇家奶酪，以及浑圆饱满的夏威夷豆，融合了酥、软、Q、硬的多层次口感，犹如帝王般的享受，五种滋味让你一次满足。马吉跟那个里面那个馅哈，吃起来就是很绵、很顺口，很好吃。竹炭黄金饼则是另一项畅销的商品，也荣获2010年台北县伴手礼最佳评审奖的肯定。以黄金豆沙包裹住蕴含浓香芝麻馅的黑糖马吉，用馅中馅的方式带出层层的好滋味。送入口中，浓郁的芝麻香迅速蔓延，绵密的黄金豆沙搭配香 Q 口感的黑糖马吉，每一口都让人意犹未尽。芝麻它的味道是不一样啦，因为它里面有黑色的那个马吉。想要知道还有哪些得奖的美味料理吗？